亨德森称利物浦没有在英超欧冠中进行取舍，利物浦正在英超榜首的位置上同曼城展开激烈的角逐。一些评论认为，在本赛季剩余的赛程当中，阵中缺乏争冠经验，将会对球队造成影响。队长亨德森在被问及外界对于夺冠的期望时表示，在利物浦效力，你不能也不应该自由散漫，这里没有人想当失败者或是局外人，我们对所有人都想被寄予厚望，因为这意味着你的表现处于最高水平。本赛季欧冠红军也已进入了残酷的淘汰赛阶段。谈到双线争冠，亨德森表示，这个赛季外界一直在讨论我们是否应该在双线作战当中有所取舍，有一个地方并没出现过类似的讨论，那就是梅尔伍德利物浦训练基地不需要做取舍，所以我们没有。每一场比赛我们的态度都必须是拿下比赛，就这么简单。如果你开始觉得我们很快就能赢下这个赢下那个，那么你将一无所获。如果你给自己一个借口，你会一无所获。我们不要找借口，永远都是这样。足球坎特张修为、刘一鸣、韦世豪和超里皮乌雷亚周围尊新民国足男主拜仁切尔西热次利物浦萨里梅西 C 罗国际米兰 AC 米兰英超中超意甲阿扎尔莫里尼奥圣日耳曼伯格巴曼城皇马瓜迪奥拉巴萨桑切斯阿森纳埃梅里国阿鲁能上港恒大